手，使劲甩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要拍，我要拍。第一步，先准备好道具。第二步，使劲吃它就完了。什么？吐不下了，够了，够了。第三步，用我们这个咸猪手往你嘴巴里使劲塞一碗呀。刚好我就骗了韩叔和大姨妈了呀，看他是什么反应。天哪，这也太像了吧！韩金明，给我拿点纸。你也会有今天，叫这老公去给你。老公。耶，这是嘛呀？哎呦，啊，好痛好痛，烫死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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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干嘛？手工烫死呀！我骗你的，我大姨妈没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刚都装的，但我算了日子，你差不多这两天也应该来了，开车了吧？我拥抱着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。昨天这条视频爆了，说明这招还挺好用。然后我又买了个火龙果，你们懂的吧？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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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不小心就受伤了，就受伤了。今天轮到你说说。我受伤了，我在做家务啊。阿爸，耶，这是嘛呀？阿爸阿爸阿爸，你不能看我了，来怎么办啊？我们要不找别人来看我了，怎么办？ Later， 快点回来我们吧，我手受伤了。能帮我们收拾一下餐桌吗？阿爸，我们也受伤了。那怎么办？那要不我们几个保姆吧？要不你们来帮我干活吧。